小姐，一个人吗？最热闹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很冻，认真开车，我要减。怎么会有人选一个有棚的位置？他说的啊，他帮我选这里的啊。他说什么？因为伞没开，什么有风，所以要没开伞。然后嘞，车队来了。我这边还有很多 7 的那些点数，三月底的到期，你都可以换手机。你可以再敷衍我一点。新鲜的油，我在等你在等谁？我好酸。GoPro stop recording.